头痛。哎，头痛。我看到一个井呢、啊，好像在挖一个井呢、啊。从下面往上，好像一群人从下面往上挖。下面往上挖，好像他们挖了以后，听着人家说从挖个山洞，然后山洞往上挖的时候，就可以走到天上。所以啊，他们不断的在挖，不断的在挖，不断的在往上挖，挖挖挖挖，不断的在挖啊，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，还是他们没有搞明白。他们认为啊，挖个山洞，然后一直往上挖，一直往上挖，就可以挖到天上。反正他有这样的信仰啊，他们也这样去实践啊，我们也不用。都评论什么啊？只看看他们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啊？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